如果我们把大嘴花的变异品种寒冰大嘴花在草坪中央叠加种植100次，下面哪些僵尸能够消灭它？小队一，一个10万血量的铁闸门僵尸；小队二，一个10万血量的冰车僵尸；小队三，一个10万血量的毒爆僵尸；小队四，一个10万血量的橄榄球僵尸；小队五，一个10万血量的矿工僵尸。快来给你支持的小队加油打气，扣一扣，二扣，三扣，四扣，5买定离手吧。吃植物吃大嘴花，啊啊啊，不要吃我。开汽车压扁大嘴花，看我压路机，看我压路机，不要啊。看我二爷不接村花不生，冲冲冲！